爸，啊，我觉得这床怎么有点湿啊？啊，没有啊，热了吧？啊，出血了！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护士，快来34床！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的，你不会有事儿的。出什么事了？啊，他怎么了？大出血！啊，大出血！老刘，你赶紧想个办法呀！你我什么办法呀？你不能这么忍着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没事啊，老刘，没事儿。哎呦，孩子呢？还在病房呢。那这么着，咱们俩去看孩子去，让他们爷俩在这儿等着啊。走，我们看孩子去。小白，你别着急，还走。老刘，你也别急啊，不急。出事儿啊！咱爸爸不能没有妈妈啊！一定要保佑妈妈不能出事啊！宝宝，不能出事。奶奶。这下好了，这下不会再有事了。哎，好了，这孩子不是没事了吗？闺女，你妈亲自给你做的手术，一直守着你，半步都没离开。宝宝呢？等一下。妈妈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了啊！好了，好事多磨。大家早上好。看这样，大伙儿今天真是满面春光啊！但是发现有些人就不是那么明亮，脸色有点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吃上好的东西。今天呢，小店头天开张，看着啊，虽然店小了点儿，但是里边是别有洞天的。我这全是有机蔬菜、有机水果、有机猪肉，欢迎大家选购。今天开张。特价，仅此一天，欢迎走你。着什么急？你们也不想想，就这么个小破店，他能卖有机蔬菜，是这骗人的。阮先生，说什么呢？大家看你的小帽型和我这也差不多，意思不大对。小背带裤一穿，真带劲，好，有文化。
这怎么没脑子的话，怎么信口开河，张嘴就来呀？谁没脑子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些蔬菜可都是大粪浇出来的，现在还闻起来还有一股芳香臭呢。臭味能吃吗？你吹牛吧你！这还芳香臭呢？你有检测报告吗？你拿出来我瞧瞧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不是，咱不玩了，咱走走走。你拿出来，咱回去了。他拿出来，你呢？进去挑菜，想拿多少拿多少，全都免费。啊，你去检测，如果有问题，你带派出所来抓我。还派出所抓你呢？你不定跑哪儿去了？去，等会儿，咱们都是有身份的人，有身份证的人。我把我的身份证押给你，你把你的身份证押给我。如果说你检测出有问题的话，我给你赔礼道歉，我给你跪着都行。如果检测不出来的话，你看你想怎么办？哎，别，你别跟人较这劲，咱们运动女校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哎，我还就不信这个了，就身份证嘛。哎，你这干嘛呢？你身份证随便给人，你这身份证交换好，给你。哎，你这干一定咱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。好，开始。请进，请。我现在就检测去。嗯，检测出来，他要真是有机蔬菜，嗯，我不光给你赔礼道歉，我给你卖一天菜。好，好，哎呀，就是这样，走你，咱走，走你，走你，好，免费的，你快走你，走你。哎，老王，是我。哎，一会儿我上你那实验室去一趟啊。不是，是有事儿求你啊，你等着我，那。我就不信他那是有机蔬菜。哎呦，你说你跟一菜贩子较什么劲儿啊？真是。就这路不讲良心的菜贩子，就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。什么味儿都没有。本来他们准备鸡汤了，但是妈说你现在不能喝鸡汤，是容易胀奶，但是你现在乳腺没通呢，就容易肿。不想喝白粥。那行，那我一会儿我出去弄点小米粥，好不好？媳妇儿，你和孩子都平安吗？我可高兴了，真的。在手术室门前，我就想，你要是出不来了。我也不活了，胡说八道的，真的。臭男人有三大美事：少年得志，中年丧妻，老来得子。除了少年不得志以外，男人都想提前占了要赔死。那我知道，你不会有事儿的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祸害活半年，你还没把我给祸害死呢。要死也得是我先死。到底是话呀，死胖子以前总说我贱，我还不承认。现在我承认了。当裤子失去腰带的时候，才知道什么是依赖。老婆，我就是贱，就跟你一个人贱。媳妇儿，你赶快好起来吧，好起来你接着祸害我，啊？女孩好啊，啊？女孩是招商银行，我这个建设银行。哎呀，我这养了半天儿子，还不知道给谁家闺女，攒的呢。那你挺辛苦的。可不是嘛，哎，就我这点工资，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攒得起给我儿子娶媳妇买房子的钱呢。哎呀，一想起来我就头大。哎，对了，你在什么地方高就啊？我啊，专职照顾我女儿啊。我就准备给我女儿照顾得白白胖胖的，回头给我找个亿万富翁的女婿。好啊，哎，带孩子好啊。你看我们这累死累活的，到头来连雇保姆的钱都付不起。哎呦，现在保姆太贵了，说那个好的月嫂一个月都10000多块钱。对呀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于小凡，过来。这干什么呀？有请你哦。到。那个，我先进去了。哎，回得了啊。哎。哎，我说你真行啊，你啊，真打算在哪跌倒就在哪趴下是吧？说没工作还跟人显摆，真是有你这么当爹的吗？哥，又来了。什么叫又来了啊？
你工作怎么样？哪有功夫啊？不，你不能老在这天天跟孩子在这，你说你一大男人这是。哎，胖子，这儿呢，这儿这儿。大卫来了。哎呦，仙儿姐，演出回来了，来，明星给我签个名呗，贴我衣服上吧。哎呀，这小宝宝太可爱了。哎呀，好看吗？你手。大伟，最近忙什么呢？啊，我跟几个朋友做点餐饮方面的生意。餐饮业，那就是开大酒店的。差不多吧。哟，真挺好。那个生意怎么样？还行，最近特别忙，忙几单大生意呢。哟，真不错。哎，你带着我们小凡一块干呢？他啊，他心气儿高，我叫我人不干。什么心气儿？这是。刘若楠，哦，来了来了，走，你走，走，那我们先进去了，我们聊着，好，你带他们俩去，楠楠去啊，哎，我先进去了啊，一会儿聊，阿姨。哎，仙儿姐是给我姑娘带的？对啊。看看干妈啊，这手笔，干爹你怎么当的？都是干的，你是干爹送什么东西？你看是干妈送的。这都是我们家大伟买的。干爹干妈是一家的，你不知道啊？若楠。我这来了也不是当买点什么，就给宝宝买了件衣服，反正衣服也不嫌多嘛。这么客气啊，你们俩？你看看，好可爱啊！你们俩什么时候整一个？我们把衣服给你们留着。是啊，抓点紧啊！这当爹的都做餐饮业了啊，还不赶紧给我整一个富二代的女婿，我也省得努力赚钱养女儿了。行啊，袁嫂。你看你现在多美啊！你现在有媳妇养着，将来你还有闺女养着呢。我高兴啊，有人养我呀，羡慕嫉妒恨啊！恨恨，我牙都咬碎了，恨可恨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跟那贫了。哎妈，洗完澡了？洗完了，送回那个浴巾室了。啊，我回去给楠楠弄个鱼汤，你把这个送到咱们家新开的那个有机蔬菜店，给你爸送回去。哎，这人怎么那么像仙儿姐她三舅啊？啊？三舅，哎，屋里有菜啊，买菜。哎哎，牙疼啊！你大点声，你把你那天的，就是我开业的时候那劲头给干上了那种。买菜，再高亢一点。买菜了，哎，有点意思了。你要笑脸，就把这菜。哎，爸，三舅，你们这不是？怎么回事？你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。你刚才跟他怎么？我爸，三舅，小凡亲爸这是。你爸是吗？哎呦我天哪呀！这大水冲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，这是。杨林他三舅，这我外女儿。哎呦我天哪呀！你这到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来找我爸回家啊。回家呀？那行了，现在老哥你下班了，多好的儿子，没这好儿子你还得喊一天啊！快回去吧。哎呦我天哪！放开，等会儿。说不好意思，咱家怎么回事？家人啊，你快留拿点菜回去，这必须拿着。不好意思，拿着。那再等会儿啊，身份证啊，对，身份证。哎呦我天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们互换礼物了。不是你们怎么回事啊？我们的事儿啊，是一个动人的故事，回头听你爸给你讲去。快回家，再尝尝我这菜啊，好菜。哎呀，我先走了啊，快回去吧。啊，来，怎么样？三舅，这个菜店，这人还真挺多的。那是，那这赶紧吧，进去看看去。你就是那个婚礼师罗姐杨林对不对？这是哪单位的？不是，别，就对，就这种那个，就是不顾一切的眼神。啊，对，就真是，真是，真是那个杨林，上吧，来来，买菜可以，买菜的可以进去啊，买菜可以进去。大伟，嗯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但是宁爷那边说了，现在还是暂时不能公开家庭状况，你别不高兴啊。嗨，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呀？这不为了你事业吗？大伟，我知道你想要孩子。老婆，孩子呢？什么时候要都行，现在你的事业最重要。再加上我最近特别忙，我跟哥几个谈一笔大单子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单子谈下来，那你先接。喂，啊，宁哥，是我知道，我这就回去了，我已经上车了。
好嘞。不走了？走吧。自己别忘了吃饭啊！你放心，啊，你慢点啊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